本身是舞蹈出身的，我来这个节目，我希望是可以给到他们一份信心，给他们一些指引。张玲玲，李美惠。Hello， Hello， 老师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啊，老师好，哎，不要叫我老师，叫我伟霆就好了。啊，张玲玲，OK， 李美惠，哦，而你们就是快被淘汰的选手，是吗？是的，是不是？老师，我们都是将死之人。我没想到我第一集来的时候你们就得站在后面。哦，太难了。那你们有站过在前面的机会吗？有，哦，那还好没上了。哦，所以你们都排好了。 Yes， 我都差我了。对，哇，感觉他好接地气。他一开始一进来就会把排练的氛围带得非常的欢快，就没有让我们有压力和距离感。哇，这个后面它是有一个平台。OK。然后这一段是站在平台上面的。我跳这次是吗？对。哇，蒙族刚听到觉得哦要跳民族舞跟 MJ， 我觉得 no 不要，就觉得太难了这个。哇。哇，他们是真的是自己本身是那个民族，我差点被他们骗了，我以为他们是来自这个民族。这班女生超出我的意料，他们也愿意跟着 AJ 一遍又一遍的一直练，他们很拼。哇，你们学了多久啊？一周啊，怪不得这么齐呢。之前我们录节目都是只有两三天时间，今天反而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，因为我只有今天晚上，到时候我就对站在后面就好。没想到这么复杂，我以为过来是真的是指引一下。我们的 slogan 就是每一根毛都不易。舞蹈都没有学好，然后我们拉票都已经有了耶。到了后半段我们就开始抠表演了。嗯，可以。毛老师只能唱歌。不，他会跳舞的，给他安排点。毛老师跳过吗？没有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教他芭蕾啊，可以教他现代，我可以教他古典舞。你先给他空吧。老师，我们知道你平时很忙，但是这是我们的舞台，我们也很不容易，所以希望你能配合。芭比就靠你的嘴了。真的吗？我很怂的。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准备稍微烦一下他。大家好，我是2000年舞蹈爱好者治愈系毛不易。接到邀约的时候，我是觉得没有想到，因为自己参与一个纯舞蹈类的节目还是第一次，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化学反应。平时都是从电视上面看到嘛，一看到本人就觉得像那种邻家哥哥的感觉。静静的欣赏着毛老师。怎么称呼你们？叫我们美女就行。对，叫我们美女就可以。那有些不是啊。没有了，都很漂亮，都很漂亮。毛不易老师蛮幽默一个人的，也老综艺人了，就感觉。那我可就撒泼了。那就是美女，最美的美女来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就是说，你可以叫我麦麦，然后不要多余的外号，我更加记不住了，就正常就行。就是那您看吧，就是您看李子珍，就是说，要不介绍一下，然后我是一个学芭蕾的，就是这样，对。您好，您好，来，我们继续。我叫柳杰，然后
我是舞蹈生。哦哦哦，老师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老师好，我叫张丽苑，然后你可以叫我 Barbie。好。妹妹，妹妹，哦，妹妹。哦。老师好，我是简之婷，在这哪里？这。好，你好。好的。退下。哦，我叫栾天逸。我是林静怡，叫我依依。他是麦麦，他是芭比，他是依依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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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是得说外号是吗？叫我多多。不用了，多了太多 ，too much。我叫彭妮娜，就叫我妮娜就好了。好，好，好。老师好，叫雪琪，就雪琪。哦，您好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啊，接下来怎么办？需要？他肯定有社恐。他话好少啊，让我们聊聊天吧。什么？聊聊天吧，老师，我们。好吧，真的学舞蹈的最难的地方在哪个阶段呢？我觉得压软度吧。那个是得一直压吗？还是压一次就可以终身受益？怎么可能？老师，你以为是什么技能吗 ？get 之后就有了。压一次终身受益。专门走舞蹈生跳舞的十个里面九个有伤，我发现了。啊，坚持跳。这个腰有点问题，这个脚有点问题，都有点伤。说着说着，放空自己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哎，我们要不要把口号给我们队就是招点热度？对，要不要听一下我们的口号？好。每一根毛都不易，每一张票都珍惜。哇，好好好，非常好。或者是我们说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帮我们拉拉票呢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你们需要吗？我们需要啊。你们不是凭实力吗？哎，你在质疑我们？不是你在质疑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质疑，我有实力，但是我也有拉票，就是说双管齐下。你不要再给我。我李子娟，我觉得她挺幽默的，非常乐观。我因为不是她笑话问题，我很难笑，我不太容易被逗笑。嘴巴开始已经有点撅肚了，老师嘴已经开始了。啊，我没看到秀，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合作。我们跳一遍，可以吗？好呀，好呀。确实对舞蹈不是很擅长，然后在这样一个专业的舞台，一群专业的舞者里，很容易显得非常格格不入，从而影响整体大家对他们的观感，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行，那我的部分是有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帮你弄。好呀，好呀。就是类似于编一个动作，就是也跟着他们是互动的，一、二、三，就可能在那个点的时候，你可能也有一点点三个小动作。哦。让你融合一下我们。会显得更加不融合吧？不会，就节奏方面。那我们要不练试一下？就我们会有一个大。哦、oh. ，你就可以稍微在这儿配合我们一下。哪儿哪儿哪儿，你就提醒我。好好好。哦，好难进。从我身旁经过。大大。再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。对、哎、好，掌握了掌握了。就是不一样，还不错。掌握了掌握了。就这一个吧，没有别的了。还有最后一个闹铃，就是最后结束，在那个闹钟之前，您可能需要走过来，然后听那个叮铃铃铃的时候，然后你过来把我们俩拍醒。我就想拍醒。对对，就是差不多是这种。行，差不多，那掌握了。